有。你坐会儿行吗？他有点眼熟。你怎么这么多地儿呢？我看着有点像那个《屌丝男士》里边那个乔杉，是吗？啊，是是。等女朋友走的时候，他过来的。行了，坐，那能再回来？谢谢了。没事没事。哎哥，《屌丝男》，哎，《屌丝男士》那个就是大保健那块儿，我感觉老有意思了。摁脚那块儿，对，摁脚还行。你学过呀？我没学过。哥，我会，我学过原来。你做一下呗。学过哥。你扒他鞋，脱他鞋，脱他鞋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脱他鞋。你要干啥？摁脚，你摸，我太喜欢了。你拉倒吧，别，大姐，你快起来，快点。行了，你回来坐着吧，回来坐着。你别闹。那哥，你能不能就是给我那个录一段视频呢？行不？我挺喜欢你的啊，就说几句话就行了。因为我朋友要过生日，他超喜欢你。啊，那没事。行不？那我给你打开啊。哥，坐直点，然后那个就是比较那种开心，然后给他那个祝福啊。好了，预备，好，开始。王小是吧？对，王小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乔杉，祝愿王小生日快乐，这个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，谢谢。